裤子也不穿好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你平时不要吃那么多，拉不停，你要穿不上裤子了，衣服也扣不上去，还笑，还笑。够感才给力，采访变综艺。你好明星，你好处女座，童话大叔的粉丝们大家好，我是尤长靖。我就不会当然拆穿别人，可是呢也不会到默默吐槽，可是我会跟其他知情者就对视一笑。你有听过最高用的吹牛是什么？我小时候听到我朋友他说他家里养了大白鲨，都相信了，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。处女座如何区分自信和自恋？我觉得是角度问题，自信是你心态呢会觉得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的怕，然后自恋呢会很盲目的觉得自己很好。那你现在觉得自己状态是自信还是自恋？比较自信，有没有到完全自信？其实我不自恋。你觉得自己身材怎么样？不好，老一点流泪。作为完美主义的处女座，诚实坦白一个自己的缺点。太完美。没有啦，就是缺点的话，其实我缺点蛮多的，比如说我斗嘴没有发挥好的时候一般在想什么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烦，怎么这个人嘴巴那么会讲，好烦，到底有完没完。撒娇被冷漠回应会如何缓解尴尬？我一般很少撒娇了，我觉得如果只要撒娇的话就没有失败的时候。哦，那你失败一个就是无往不利的撒娇了啊？喂 ，OK， 我们犀利拷问。好，好可怕，开始冒汗了。用四个字形容自己的健身大业。永无止境。传授一个亲测有用的显瘦 pose。我360度无死角。客观的说，多大年纪可以叫叔叔？我觉得这个叔叔这个词就不应该存在，就都叫哥哥。如果想要撩到尤长靖，爸爸妈妈、妹妹、功课，谁可以事半功倍？我觉得其实他们对我的影响力没有很大，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。女生打扮什么细节会让你觉得有品味？我觉得干净最重要。迄今为止做过最有男友力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因为 我开车蛮好的，我觉得开车单手开的时候，然后靠那里特别爽。等一下。开车朋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很危险。在拍 MV 的道具上就可以这样子做。什么朋友圈会让你有想屏蔽的冲动？太多广告的朋友圈，我真的会气炸。阻碍你成为精致男孩的绊脚石是什么？吃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。最近一次感慨这些粉丝真难带是因为什么？个个都像我妈。像昨天我在打嗝的时候，在后面站直，别摇手指。好，一句话总结一下，9%团魂是什么？有福同享，有泡面一起吃。9%被称为幼稚园男团，你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？跟年纪都太轻了，每个就是跟我一样，就是很像00后。可以讲到真实原因吗？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厕所嘛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时情况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隔蛮远的，现场就是演出那个影响很大，然后我就奇怪为什么隔壁桌的人都走了，我就说哎，那不然我们走吧，就一起走了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哦，原来是上厕所。如果可以，最想和哪个成员交换衣服？正整的，因为感觉看起来都。你觉得收到你的格子衫会高兴吗？哦，那没事啊，我的格子衫可以自己收着，然后就是他的可以给我。穿越到20年后，发现一两丝完整的胳膊走分开。那他很高哎！哇，那我应该干嘛？我看到他我会紧张，就说不上话。有很多人不敢说其实什么什么，到底说大实话。很多人不敢说，其实尤长靖是一个小鸟胃。实话，对啊，没有，我真的很容易饱。饱哎，下面有人吗？没有，刚刚没有，我这耳
2018年解锁最不可思议的好友关系是什么？我觉得最不可思议是大厂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大家真的相聚在一起真的是很难得。给2019年定个小目标，参加一次大厂聚会，就希望贵单位可以办一下大厂聚会，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。明星迎接导览挑战，视情况分别举牌我敢和认怂，认怂超过2次即认证为怂王。好，敢不敢爆料一个自己最不爱的代替？我敢。我在没有人的情况下会打嗝。哦，我有一次在台上还有打过嗝，以前初中的时候在台上比赛，我记得是那时候唱吴克群老师的残废，唱一半就打嗝打出来，很尴尬。声音有非常嘹亮吗？很嘹亮，比自己唱歌声音还嘹亮，真的很可怕。敢不敢连说三遍 rap 难不倒尤长靖？不敢。 rap 难不倒尤长靖， rap 难不倒尤长靖， rap 难不倒尤长靖。有。敢不敢不点名说一个成员的小秘密？我敢。 Justin 啊，好，不好意思，3、2、1，我们团员很多人卸妆的时候比上妆好看，不能说年轻的皮肤真是长不一样。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喝一个咖啡压压惊。尴尬了，敢不敢公开体重？我敢，我要爆料，我确实不是80斤，因为最近变65斤了。你知道我没有带秤吗？真的假的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敢爆料，不敢爆料，我认怂，认怂，认怂，认怂。你们好可怕啊，还带秤嘞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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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认识他。敢不敢分别示范一个零分的卖萌和100分的卖萌？零分。100分呢？这眼睛眨的频率不一样，这样子吗？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星座，就看同道大叔。我觉得 Christmas 有你是这个月里来我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原唱者也超级厉害，就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喜欢我的歌，谢谢。你觉得这次节目发布之后，大家会发什么评论？变胖了，变瘦了。完美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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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因为他们每次彩虹屁也挺厉害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一次有什么新的招数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